缺人嘛，然后部队的长官希望我去表演阳明吞晓。阳明吞晓？阳明吞晓？阳明吞晓是什么？我直接吹给你听好了啦，哎呀，你就知道了啦，这个啦。其实有淡薄仔惊呢，你是咧惊啥？我就是惊遐，你带我来这边是要创啥啦？哎呀，我就乌的呢，我就惊，我就惊，就乌的哈。你也惊乌？嗯。那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怕黑，我比较怕被绿。被绿？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啦？说什么傻话？我不许你胡说。嗯。对了，最近有些事情想问你，你一定要。老实回答我哦，金桃，我什么话一定是和嘘，你回答我就好，什么都不说。我想问你，最近有没有偷偷跑回去207消费过啊？207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我在你的包包里面看到一张戏子欲望207的名片？不是啦，那个是我走在路上，然后人家发传单。是吗？对对对对。那我问你。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外面找别的女人呢？有啊，有的话就是该死。哎，不可能有这种想法。那个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聊这些了。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金桃，我收到冰单了。小明，你收到冰单了？男的一出流行宫，你要离我而去，而且要去很久很久。现在义工队很缺人嘛，然后部队的长官希望我去表演阳明吞晓。阳明吞晓？阳明吞晓？阳明吞晓是什么？我直接吹给你听好了啦，哎呀，你就知道了啦，这个啦。都叫我小迪哥嘛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我真的有重要事情要问你啦，就是啊，你不是说我们高中毕业之后你就要娶我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你去当兵之后，你要多久之后才可以娶我呢？你也知道，现在兵役大概一年嘛，然后呢，我当完兵之后身无分文，少说也要再等个七八年吧。当完兵之后身无分文，少说也要等个七八年。你之前高中的时候说要娶我，那现在要当兵，然后又要隔那么久才要娶我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就知道你们巨蟹座都是影渣。不是你
干嘛那么生气啊？哎，你今天你刚刚怪怪呢？你是不是那个 MC 来啊？啊，你身体不爽快还是安怎？啊，不然啦，你跟我讲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嘛？吼，什么？哎，严格来讲，无我着趁钱嘛，跟你讲我清楚好啊。你自以前就安尼对待我，我看你一个人安尼浪溜咧，跟咱卡阿同款。我跟你打赌，你一定连我的生日你嘛记袂起来。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你讲我袂记得你的生日，真歹势吼！我记了一清二楚。那你讲，我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当然不知影，你的生日是7月30号。你又没讲，7月30号，那是龙千羽的生日。我就知影，你跟千羽姐一定有偷来暗器，你们一定有一腿。无，我无偷来暗器。千羽姐是我的女神，我的偶像，因为伊，我饮酒。拢饮第三杯酒，第一杯甲第二杯我拢倒掉，因为第三杯等你，想要看伊爽，才来继续饮好完。而且因为千玉姐，我搁去学直笛，因为我想要变作小笛哥，安尼我就会当甲千玉姐合唱。男人情，女人心。啊，今夜风袂停，啊，今夜风正冷。哎，你听我的意思哦，就歹听。我就知影，自高自头，自头到尾，你根本就是爱别人，无爱我。无，其实我来跟你讲。千玉姐是我的女神，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啦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我想要远观的对象就是千玉姐，啊，不过我想要亵玩的对象是你。啊？是我？你讲你想要亵玩我？歹势啊，咱那汉店啊，在你的头前已经有人亵玩过我。什么？而且我爸倒来已经有伊的影啊。是什么人？这个人今仔日嘛在咧现场。啥？迄人就叫做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小康。哦，好加塞。小康。你讲的是不是康康康进龙？你是安那口气？不是，因为大家拢叫伊康康，伊的本名叫做康进龙，所以阮拢叫伊康康康进龙。这无重要，无重要。啊，我无爱相信，我无爱相信，这是假，你咧搞我骗对不对？无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伊讲咱两个拢啉较济，一杯黄汤下肚了后，第二杯、第三杯、第二杯都连啉下下去啊，所以讲。我巴肚内底叫三个月啊！歹势，来搞高高低啊！谢谢，再见，下回请早。请早。